的，你不要吓到他，因为他是。我们是超小只的。会害怕撞到你们屏幕炫。你看，不是超龄宠物，但是我们要害怕前面没有那个大鳄。让他觉得不会那么害怕，我也不知道，就让他觉得他的大鳄。风的夹子很大，风的很大。因为一般他有那个吗？